吃饭，今天吃辣椒。猪蹄，南瓜。没豆腐，小南瓜。我是用盐煮的，里面有盐味，还挺好吃，面面的。把这个吃了，等会儿滚了。还有这个红薯尖，这昨天剩了一点回肠，
今天吃这个红烧排骨，一些猪头肉，还有一些鸭子。这个排骨是油炸完以后再红烧的。我这个纱布拆了啊，因为放在上面，上面还可以看到一些没人看。木瓜丝，土豆丝。